那就站五分钟。拿到磁卡，你的队伍将要集体暂停五分钟，才能继续寻找礼物。咱们只能暂停了。当然了，11队都暂停吧。暂停。他暂停啊，我们干嘛暂停啊？准备一个大组都要暂停。好吧，阿宝，你怎么那么笨？你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库尔玛。库尔玛，你试试好笨呀。浪费呀。这边没有，往后。你我们都已经找到了，告诉你们，我放好了。哎，这是你们。哎呀，不能动！你们有钱路，你们有权利收我。不能动。我没动啊，我腿没动啊。你腿没动，我腿没动啊。快快，我没动。你忘了？
吗？可是我看这边很多门打开很可疑，他们是不是放在这里了？啊，在哪儿啊？看里面有没有？没有。哪里啊？看那。哎呀，这边，让他拍哪里？是不是被拿走了？哎，还有一个礼品卡，直接拿，直接拿，收起来。礼品卡。好，继续下一个。三、二、一，走。都来过了是吧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哎呀！又一个暂停卡，暂停卡，哎呀！咱别干了，两张暂停卡了，才能继续巡查礼物。电动组暂停五分钟。哎呦喂！我觉得我们组要输啊。肯定输定了，拉姆，你这什么臭手啊？我觉得是你的嘴比较臭，你找的。拉姆，你太卑了，你害死我们这一组了。请说出此植物的正确名称。如若答对，将会。我也知道，这个是。我们偷偷找一颗出来看一下。就是。这是胡萝卜。恭喜你们答对了。嘘，小心小心。还有多少时间，导演？来倒数十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往那儿走。为什么这么看不着呢？他们应该放的稍微明显一点啊。上下左右都找一找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根据提示卡上的内容提示，可寻找到礼品卡一张。小白兔玩又玩，两只耳朵竖起来。胡萝卜，提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萝卜。这你怎么知道？我捡了呀。我找到了。小白兔白又白，两个耳朵。萝卜啊。找重点。兔子。兔子在哪儿啊？第一个暂停卡五分钟，第二个暂停卡五分钟，第三个要去找兔子。没有。阿宝，你不要跟着我。说啥了？宽宽，你不要跟着我嘛。那说啥？你分开另外一个地方去嘛，这不是资源浪费吗？找过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在这里找过了？有兔子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谢谢啊。有啊。哇，这里有个笼子哎，我找到兔子了，快开！哦，笼子里还有卡哎。哇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看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找到了，就说明这个卡就被你找到了。这小兔子笼子里。啊，这个兔子不要咬人哦。小兔子。抓。没事。还有一个那个。那边卡。误导。这个要怎么？已经被人拿走了，继续，我们赶快去找，走吧。管他呢，找不着碰上葡萄，先吃点。嗯，还不错。哎呀，不管他们。嗯，我倒吃了不少，好甜呢、啊，吃上瘾了。这些还真是我最爱吃的玫瑰香。哦，很臭是吧？这是肥料的味道。你们找到没？在这儿，我们找过一次没有了，要送你们一张吧。谢谢。好了，他们又找到一张。没有。哎呦，扔了。干你妈！要他干。哎呀，这有一个。那铁锅，快，我们上来。
天赋。爸爸。啊，完蛋了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，我们的。不好意思，来不及了。此卡可以抢夺对方礼物卡片一张，但在使用此卡前需要大声喊出使用抢夺卡才能行使抢夺权利。但我们喊说使用抢夺卡就可以抢他们的礼物了。我们可以抢你们的一张礼物卡。好，来，谢谢，抢夺卡给我们，抢夺卡给我们。没办法，是你必须的。不公平，不公平。没办法，是你必须的。不公平，不公平。来，为什么抢夺卡使用只能抢夺？那我们就收下了，谢谢你。我们交了两张耶礼物卡。虽然我们很辛苦的拿到，但是这是游戏规则啊！不要气馁啊！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请在五秒内吃掉三个黄瓜。完成任务卡上的指定任务，可获得礼品卡一张。我们一人一根，他很多次，我先把这个刮掉。我们这边有四五个了，土匪的弟弟呢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五秒内吃掉三根黄瓜。给去。行了。快过来，小声点。我想来想去，应该这里应该有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里面肯定有。我翻了半天也没有呢。嗯，哎，几个了？我们这边，我们很多，我们很多。我放了很多误导的 camera， 我移位了。再来误导，走，让他们觉得这边里面有东西。OK， go。 没有道理啊，一个人藏东西一百个人都找不着。哎呀，玫瑰香，玫瑰香，找不找不管了，我吃饱再说。玫瑰香，玫瑰香，小胖胖，玫瑰香，吃点，很甜。某些人露馅了，哎，某些人露馅了，头皮开了。你们继续找，继续找。然后我带一下白布鲁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非洲土豆先跟我在一起。化妆就会耽误我的时间呐、啊，这个没得救。这有一个看，哇，礼品卡。哦。耶。这样耽误了我快十分钟，你必须提醒。一张卡、哦。我还你了。答案谁的？哇，我又找着一个。应该有一个吧。哎呀，我找到了一个。我看见了，这，看见没？看见了。出来，哇，又找着一个卡，有任务了。请找寻千年花戴在头上。千年花，牵牛，这喇叭花。牵牛花，牵牛花，他们刚才找到了。哎，这儿啊，牵牛花，拿过来，找过来，花在这儿。再来一个，还要问人。哎，安妞，你过来，你给我问问。小声说说导演，他说出我的。看吧，你问他。我美吗？美啊。哎，好了哥，完成任务了，完成。谢谢。初桑，初桑，看这个，是圣人。我们要找一朵牵牛花戴在头上，然后问对方的人，我们美不美？这个没得救，你给我围巾吧。这样耽误了我快十分钟，妆快掉了，我又不能够补妆，为了补妆失去了机会。我们人生要把握每一个机会，每一分钟，每一秒。哎呀，我找到了一个，我找到了，哎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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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可以了，快走！我看到了，哇，这藏的太隐蔽了。阿木，到。我们找到几个了？我们五张是废卡。四、五、five、六、six、七、seven、八、eight、九、nine、十。
在。那现在他们队找了几张啊？找到几个了？我们七张，他们十张，又被抢了一张，又被我们抓回来一张。我看见了，这这耶！找到了，哎，这边，哦，两张，葡萄可甜了，甜的好吃，两边都找一找。我们目前为止还剩一张，他们只剩一张，他就赢了。找里面，继续努力。喜悦！砍了一砍，不管没有时间了，快走！快！拉住！走！快来找这里！他们加油！没有！哎，我找到了！游戏结束，印度组获胜。拉姆！哥们，我让达尔维亲你一下。你亲我一下。哎呦！哎呦！耶！赞！输了，游戏结束了。玫瑰香。哇！Yes！ 输了有礼物。不要哭了呀！都会有礼物啊！输了有礼物的孩子们。我们是玩游戏。有什么哭的？不要哭了。比赛不是输赢为主，比赛是过程，我们都努力了。你们今天很棒。我们去野餐会喽！印度族的，咱们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光光明，好像无数小眼睛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野餐会开始喽！好，诸位请坐。印度组获胜，所以呢，我们先请印度组来分享自己的礼物。来吧，跟我来。好，我可是。来，我们数一二三，一起猜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猜礼物。时代勇士。这是你的铠甲勇士。哦，铠甲勇士。这个是代表正义的力量，让你们穿上这身铠甲。